龄的小师姐郭靖，第一关挑战叮当的我爱他。情节有多坏都不肯醒来，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，我不知该怎么唱下去了。我我的心，我的心，深深伤我却不会忘，深深伤我却不会忘，深深伤过却不会忘，深深伤过却不会忘。哎，来，好车，请看。我觉得应该没有错，是吗？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好不好？ Yeah. 三叔，三叔，三叔，哇！赛德克·巴莱，哦，这是三位女演员的作品：徐若瑄《不败的恋人》，罗美玲《爱一直闪亮》，温岚《傻瓜》。嗯，哇，主唱在现场，对啊，要傻路了，要傻路了，好想选，可是，所以你就唱傻瓜嘛。对。最熟的哪一首嘛？其实我最熟的好像是《不败的恋人》哎。哎呦，虽然我也很喜欢唱《爱一直闪亮》。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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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场面呢？给够多了。你的选择是《不败的恋人》。徐若瑄1999年《不败的恋人》，果然选的是最古老的歌曲。哥伦布说地球是圆的。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，只要你的信心足够，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。我不说革命尚未成功，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，想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。哦，哥，你看，真的老哥你比较厉害哦。对，来四五个字，请说。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滴答滴。哦，会唱，可是失忆，对不对？来看上一句。想当年故乡的小雨，也为他的爱情，也为他的爱情，奋不顾一切的，奋不顾一切的。向上游，向上游，哇哦，蒋公的故事啊，对啊，鲑鱼啊，鲑鱼，请看，鲑鱼，怎么样？有疑问吗？没有，嗯，就这样了。很草率，对啊，是啊，答案确定，正确答案请揭晓。哇哇哇！是失败之母。可是我刚草率啦。你等一下就会失败啊，所以我现在警告你啊。奇怪了。那，我还是先选凤飞飞吗？最爱唱夏天。请看，你刚刚叫她飞飞啊？你跟她很熟吗？怎么把凤拿掉了？啊，夏燕，夏的季节凉啊凉。好哎，夏燕。夏燕，凤飞飞，1984年的作品。哦，来上吧上吧 ，Party Party a Party Time。夜夜夜，风光多么美。夏夜夜夜夜，无限的滋味。夏夜夜夜夜，风光多么美。夏夜。人群啊，争夺，阳伞也争夺。
办公室。要不是现在有儿童保护法，我就我孩子刚刚把我当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干嘛？我们这一团最年轻的，他是小马的代言人噻。对对对对，这个人捣乱走了，这个人来捣乱。哎，而且你跳艳舞声很好笑。糟糕了！哇塞，这怎么办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我没有啊。哎，我觉得需要唱一句吗？哦，我觉得直接提示。提示团会唱吗？会哦。哎，好，提示团人在哪里？两个你都可以考虑，他在后台。他们对，他们在等下会从上面降下来。我要三选一。那提示团会的先听。哎，提示团他刚刚说会哦。会。你什么？我完全在听别人讲话。你有威力吗？你们真的会吗？他们不会骗人的啦。好，那我试试看。提示团请上。来，请唱。缤纷的灯火啊，缤纷的灯火啊，算不算？不算，不算。缤纷的灯火，然后轻盈的节奏，轻盈是不是？轻盈的节奏。夏夜的感受真真多。为什么突然有我？怎么变成我受伤了？夏夜的感受真真多，真真多，应该是这个字数好像超长的，多一个字哎，有吗？多一个字吗？哎，没关系，楼上有听到了吗？轻盈的节奏，楼上有听到了哈。缤纷的灯，我们先打出来哈。轻盈的节奏，十八个字，对不对？请看，真真多，一样，好像刚好啊。缤纷的灯火，轻盈的节奏，夏夜的感受真正多 ，OK 吗？那就相信你喽。你确定你不要思考一下？我没有办法思考，我没有别的答案了，就这样了啦。答案确定。这阶段请揭晓。会不会下礼拜就看不到白帅帅？还看得到他了，看得到。有点难做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恭喜你成功了，谢谢，谢谢大帅。哇，两个人，我差不多，我差不多，我快下来了。你看，一直这样讲。所以我要正面，刚一直不敢选张韶涵。正面什么？辣妹，正面思考。那我先打歌好不好？陪着的时候想着他。哇，真的有。哦，这个意思啊。陪着的时候想到他的背影，王杰的作品，他的眼泪，林小培。他说，好，他的眼泪。林小培1998年的作品，他的眼泪。说爱我太潦草，没有一次说到做到。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，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和好。我的心情随你忽低又忽高，我的温柔比不上阶段的词不一样。说永远还太早，爱的变化太难预料。说爱我太潦草，没有一次说到做到。来哟来哟，或许是你对情人的条件特别挑。太好啦。啊！怎么搞的？你怎么选一？草率跟想死落差这么大、啊。Pop 女王林小培的《她的眼泪》正确歌词到底是什么？郭靖，你可千万要撑下去啊！